我祝 iDance 生意兴隆，分店越开越多，恭喜恭喜。iDance 分店咧嚟到观塘区啦，我咧都喺度嘅舞女嚟噶，我咧成日喺度跳舞噶，大家咧一定要多多支持，加油加油！祝 iDance 生意兴隆，祝 iDance 咧唔止喺观塘开分店啦，要全香港九龙新界啦，每一个角落啦，好似总有一间喺附近咁，好似 Seven Eleven 咁多啦。五星级酒店系啊，好靓，超好啊，又大又靓又干净。我祝 iDance 个个跳舞咧跳得咧好靓好靓好靓。咁我梗系希望 iDance 越开越多啦。我哋嘅口号就系话，梗有一间喺你左紧。即系跳舞啊，音乐啊，都系要打出个心情嘅。咁啲有你带领住啦，嗰啲导师又好识得引起大家嘅兴趣，所以每一次都系好开心。所以多啲关于呢方面嘅嘢好嘅，舞蹈令到大家都好开心。系啊，要做多啲啦，香港。我会努力，俾心机做。多谢晒，多谢。喺十八区每个区都有，咁啊更加好啦。系啦，系啦。祝 iDance 一年开一间，甚至乎一年开两间，年年都见到我哋，甚至乎半年见到我哋一次咁啊最好啦。祝 iDance 大展宏图，越嚟越多学生，越嚟越兴旺。其实三年开三间 iDance 就是我们整班工作人员的团队，我们幕后的所有的人员的努力和导师，那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，就是得你们的支持，要不然我三年怎么开三间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跳多一点舞健康一点，我会继续，只要有我能力的话，我会希望每一个地区我都有一间 iDance 方便你们去跳舞。我祝 iDance 越开越多，亦都越来越多的学员可以得到跳舞乐趣，亦都得到健康的身体，祝他们事业一帆风顺。恭喜 iDance 话开张大吉，希望继续我都上嚟 iDance。新加坡的朋友，欢迎晒大家嚟到 iDance， 今日好开心咧，就系好值得庆祝嘅日子。iDance 今年系第三间嘅分店开幕咯喎。咁边个要俾掌声好嘛？大家一齐俾掌声，恭喜咧！就系 iDance。话俾大家听啊！呢个唔可以唔讲嘅，就系公司最近得到一个创意创业大奖。咁呢个奖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鼓舞。好，俾掌声 ！Welcome to iDance Instructor Team， come on！Thank you.
任何的成功背后呢都是有很多汗水在里面的。咁当然大家可能看到很风光的一面啦，但我们大家都很勤力很努力去做嘢。咁所以在这里呢我都要多谢我们好好的团队啦，无论是在前台做 service 的或者是在后面做 backup 的。咁我们所有同事呢都是好齐心一致啦，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大家一起去度过啦。咁所以大家见到我们今天的成就呢都是属于大家的。其实啱啱咧，我剪彩之后咧，我哋班导师系出嚟表演佢哋嘅精彩舞步嘅。咁我一时寄养忍唔住咧，就走出去同佢即兴。咁其实好多舞咧，佢哋排嘅时候我都喺度嘅，我都在场嘅，亦都知道点跳，有时同佢哋一齐去创作咁啦。咁所以点解可以即兴？我话啊，想出嚟跳，即刻同佢一齐夹到咧。咁就系因为平时自己都有参与呢个创作跳舞嗰样嘅。咁好開心啦！見到好多人、好多嘉賓嚟睇完我哋跳舞都好開心咁走，咁希望咧大家都好開心咁嚟，好開心咁樣翻屋企。咁啊，梗係好開心啦！第一又咁即係喺三年開咗三間啦，係我自己嘅理想啦。咁成間公司嘅版圖，成個發展嘅版圖，亦都源自自己嘅發展版圖開始啦。咁亦都好開心，我哋嘅會員。他們又這麼 enjoy 啦，今天我所有的朋友其實超過2000人的，不過我們今天只可以容納到即是800人分開兩場啦，身邊很多朋友啦，那也都做了一盤生意是幫到很多人啦。那你每一天我入到這間店頭呢，其實我最開心每一個會員他都是多謝你的，那我想這個是我最值得驕傲，同埋我哋嘅導師，所有嘅團隊咧，我哋成間公司係個團隊精神係好強勁。為咗今次嘅開幕咧，我諗佢哋差唔多花咗成3個月，去短短依15分鐘嘅表演嘅，咁係值得好鼓舞嘅。